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倩。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西月。梅州呢，是历史上客家民戏的形成地、聚集地和繁衍地。没错，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以及精神家园，所以呢称之为世界客都。嗯，那今天呢看到你们的装扮，应该演的是二位新人是不是？是的，入洞房的一个片段。啊，那接下来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行啊行啊，一通阿姨，我好同一路跑冇？哎，咦，你日子呢日嚟哦？嗯。哇，阿姨，你是真的很靓啊哟！哎呦，出息！阿姨啊，你太骄傲诶，来信呢，都太唔识识啵。师傅，阿姨啊，当你夸做灯笼妹嘅时节，那很天出色呐。嗯，阿姨，唔生唔会老。比十六岁岁妹呀，韩国江呢？哎呦，你都他耶，阿姬能老没？哎，阿姬，嗯，听阿妹讲，伊话两个人结婚要通房，后面爱谈两个，冲三个呀。嘿呀，这几样不，唔可以出到两个不要谈那么。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你去谈出来的话，跟我呀就滚一个屁股。哎妈给小阿妈有娃想啊好光啊，妈给小好我有小给送我，妈给小暖暖哦有小给暖那啊，妈给小暖暖你那个弟弟啊！哎呦，那真是太浓啊，妹哟！孙子小阿妈有娃想啊光啊，只要想好我，有小给送我，想扮小女有小啊，想公小孙啊。阿姬，哎，谢谢二位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客家山歌。我们都知道客家话呀，这个是挺有它的地方特色的，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那个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研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啊这个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客家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客家话呢有一个别称叫古汉语的活化石啊，有好多词汇或者是发音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先说词汇吧，比如说呢有些客家人啊管自己的父亲叫爷，你想到了什么？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然后稻子，去客家当地它这个稻子叫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比如说呢，多少，咱们东北话啊，多少人叫几多，问君能有几多愁，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们说呢，客家语音的特色它是古雅，保留了大量中国中原音韵啊，上古音中古音都有，所以一听就很好听。那不如现场就考考我们三位老师，几位呢说几句这个客家话，我们猜猜你们说的内容意思是什么。好，可以可以啊。那我先说第一句吧。你吃了饭吗？你吃了饭了吗？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再来一句。今晚不会捏色很亮啊哟。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确实听不懂刚才这是什么意思。今晚的夜色真漂亮，很美啊，真美。这样吧，聊点我懂的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州啊有很多的美食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就是梅菜。梅菜啊，梅菜。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推广一下这梅州的这个美食啊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好吧。其实梅州的客家菜也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梅菜扣肉，刚才你们说的，还有就是腌面，就是每个梅州人都应该都吃过腌面，早晨吃的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叫腌面，还有三吉地酿豆腐、酿茄子、酿苦瓜、盐焗鸡、鸡爪。那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好像这个客家的这个山歌，它是其实是以唱为特色的，是吧？还是以山歌唱为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派别，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演绎。是的，对吧？其实很多跟我们的那些采茶剧是很相似的地方。我们也有戏曲身段，对，舞蹈的身段结合在一起，有一些的戏曲身段，但是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可能更舒展一些，对，舞蹈的那种更舒展化。我刚才看，因为这个剧情是两个年龄段不同的，就是新娘会大，比新郎大10岁哈。你们两个演员年龄段是同样的年龄段。我跟潘倩我们是同年，都是同学，也是同班同学，然后现在是同事啊，所以特别默契。那咱们也期待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梅州啊，去感受一下客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客家山歌的那种热情。也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他们的作品，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